代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时代来福的节目。那我们在旁边的这位是我们的单车哈阿贤，我们非常开心又欢迎阿贤来到我们的时代来福的节目。阿贤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好，在进到节目开之前呢，我们要先提醒观众朋友，记得到我们这篇脸书专业这篇直播的下方按赞、留言、分享。要留言什么呢？带上 armor 就跟单车阿贤一样帅。天哪，好害羞啊！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抽奖哦，我们会抽出五组幸运的观众朋友，然后我们还会送上 Zip 的礼品组。好，那今天呢，我们欢迎那个阿贤来到我们的节目。我知道阿贤最近很常在参加比赛，对不对？对，就是刚好前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现在蛮多赛事都是延到下半年的，对，然后比赛也都慢慢的恢复了，但这也是好事啦。对对对，至少我们在台湾还是蛮幸运的，对，可以出去骑车啊，还可以还有比赛可以参加。因为我现在都是透过阿贤的直播，阿贤的脸书直播来关注阿贤最近到底在做什么。发现阿贤最近每天晚上都在直播煮饭。没有每天晚上啊，是最近就是我们下班快要下班的时间，就发现阿贤的直播通知，都还没下班就看到他在煮菜了，肚子非常的饿。通常你们下班时间就是我要上工的时间啊。那阿贤要不要分享一下，哎，你最近你都怎么准备你的菜单？就是老婆想吃什么就煮什么。也没有啦，其实我就是去市场看的时候，就会看有什么是比较当季的东西。对。然后，但台湾算蛮好的，就是有蛮多菜色都是，全年都有啦，像一些什么高丽菜、叶菜类，全年都有。然后比较当季的东西，可能就是像，这个季节就是空心菜啊比较多，然后还有莲子之类等等的。莲子会做什么料理？莲子煮汤啊，或者是煮，不管是煮咸汤或者是甜汤都非常适合。对啊，阿贤也是个中破塞来的。只是刚好大学时期，就高职跟大学都是读这个科系的，所以对于料理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然后实习的时候也是在这个餐厅里面做住厨。对，那阿贤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选手都是怎么样备餐的？你有特别要吃哪些东西吗？其实我个人的饮食没有吃到非常精啊，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重点就是营养要均衡啊。对，就是淀粉的量一定要够，尤其我们自行车的选手，我们在做这种比赛啊高强度的训练的时候，其实是蛮烧那个肝糖的。对，那你就是淀粉这种碳水化合物的部分要补充的足够。那再来就是营养的部分，就是青菜叶菜类的部分就比较多元化啦，就是可能像你看我在主菜里面除了叶菜类以外，我还会有其他的蔬菜，可能有玉米笋啊、角豆啊，不同的就是五颜六色的一起组合，它有不同的营养素。然后像蒜头啊、洋葱啊这种又有抗氧化的那个维生素 E， 那基本上是对你这种修补抗自由基，就是你运动后产生大量的自由基，对抗自由基也是蛮好的一个效果。好，那蛋白质的部分就是肉会带一点肉，如果要是油脂比较低的话，就是鸡胸肉为主，不然或者是我蛋白质有时候就用鸡蛋或豆腐之类的来代替。相信我们观众朋友知道以后不知道吃什么时候，就到我们阿贤的直播看一下阿贤今天煮什么，而且你可以知道怎么煮。就是这种不定期直播，那种美食教学。好，那其实阿贤在他的粉丝专页除了分享一些他一些煮饭日常之外，他还有分享赛事的一些分析。因为像上次我就有看到你在136检定前，你就做了一个赛前的分析嘛。好，对。其实说到这个赛事的分析，最一开始就是做这个直播是在那个台北河滨绕圈赛。因为那一天的赛程是一整天的，然后有好几个不同岁的组别，有15岁组、17、23，然后到精英组，很多很多的组别。但我发现，这个比赛是蛮有趣的，因为可以在同一个场地，在那里一直做绕行，然后你站在一个点，你就可以看到选手在做任何的攻防战，我觉得是蛮有趣的。所以那种当时的心情下，我就决定拿起手机，然后就做播报。那时候刚好是播报23岁组，
那里面其实蛮多车手也都是在赛场上会遇到的，所以都有一定的认识跟了解，所以我就想说，借由我平常的观察，就帮大家分析一下现在的比赛的战况是怎样，或者他们这个车队做的战术是什么，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对，因为像这种你说的这种绕圈赛，你可以很好掌握整体的赛况，因为一般的公路赛你可能只能站在一个定点，除非你是跑全场的，你只有车子跟着跑全场，不然你很难去掌握前后的赛况是怎么样。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说，也蛮希望就是可以借由这样的直播分享，让蛮多没办法亲自到现场的人也可以感受到比赛当下的紧张感。对对 对, 对, 对。那当然我粉丝专业也有一些只是单纯关注没有在骑车的朋友，也是希望可以让他们更了解一下自行车在比赛上会做什么战术的运用，借由影片还有现场的分析让他们做了解。对啊，那我记得阿贤在上礼拜又拿到一个冠军了，对不对？就是那小比赛，那我们就稍微说到这个136的检定赛。对，好，那这个检定赛的起源是有一个136的车队，他们在每一季啊，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每个季的第二个礼拜日会办这样的一个检定的活动。那136的这个线道，如果是台中的车友，应该通常不陌生。对，它算是台中的单车圣地。对。我觉得这个路线真的要特别提一下啦，就不管你今天是一个刚入门骑车的新手，或者是你已经骑车很久甚至有专业训练的选手，都蛮适合骑乘这条的道路。你知道什么吗？因为很多人会去那边练爬坡嘛，它的坡段就是它的总距离没有到非常长，可是又包含了中难度、高难度的一些爬坡，是一个非常好去进行训练的一个地方。主要它也是离市区近，对对对，因为从市区过去的话，市中心到那个起点一江桥，其实大概都是15到20分钟，不超过30分钟，算是一个比较短距离，你就可以到有一个蛮有挑战的一个爬坡的地方。对，那我自己其实也蛮常在那里做课表训练，就是从短则1分钟，长到20分钟的训练都可以在那里做。那对刚骑车的车友来说，也是一个很有挑战的一个路线。那我们今天就来特别为这个路线跟这场赛事来做一下分析。对。那我们昨天也有特地带这个 Winnie 去看一下这个路线。对，我去看一下，一整个它是从一江桥过后的莱尔富为起点，然后路呢，总长度是14公里，到最上面的赤坎顶，对，制高点，对，它是制高点终点站这样。其实一开始在前面的第一段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坡度，难度是比较平缓，对，非常平缓，微微起伏啦。对，但是我觉得车友要注意一下，因为第一段可能那里还有住家，所以车子比较多一点。另外是提醒车友要去骑乘的话，尽量比较早，因为今天要早一点去，因为那边除了自行车骑士之外，还有很多的机车，对，还有很多的机车骑士啊，然后像是开车子，他们也都会去那里跑山，所以如果太晚去的话，我觉得其实蛮危险的，所以提醒车友还是要去做训练的话，还是要早一点去，因为真的太热门了，对，就是大家都喜欢去，对，然后又方便的一个路线，然后左右看到一台车子在那里甩尾，我觉得。单车其实骑在旁边太危险了，还是真的要早一点去。好，那我们这个路段可以分为三个路段。刚才第一个就是第一段，就是你说的比较平缓的，其实平均坡度大概就是2%，微微起伏，速度是骑乘会比较快一点点的。第二段的话就是起伏比较大的丘陵，那它平均是4%，但是它是中间也有掺杂一些。将近是9%以上的坡，那但也有掺杂的下坡。对对，那最后一段就比较属于纯粹的爬坡了，就是连续的爬升。这一段大概是4公里，然后平均坡度是8%，一路就直接爬到赤坎顶，会算是最后最困难的一个挑战的部分。对，因为像最后那一段非常印象深刻，是它非常多的发夹弯，然后就是爬坡伴随着发夹弯，其实难度是相当高的，相当有挑战性的。好，那
在这一条路线上啊，我们就是车友有用一个时间来做那个等级的分划分。对，那如果通常有在骑车车友，你只要能在这个路段一个小时内到达的话，那你今天就是合格的骑士。对，那如果你可以骑在五十分钟内的话，哦，这就是进阶的车友了，就表示你平常是有在稍微做训练的。对，那算是一个蛮好的，有一定水准的那个骑士。对，那再来就是四十分钟内，我们叫三叉俱乐部。对，只要能进三叉俱乐部的车友呢，基本上你就是在国内大概就是精英选手或者是市民精英，就你在国内市场比赛，然后甚至在比赛都是能上有上颁奖台的一个基本能力。那不用说，我们阿贤当然就是我们的三叉选手嘛。对对对。那不知道何时才会出现二叉，目前的纪录保持人就是 John Leverson， 他的时间是三十分多少秒这样。对，差一点就要进二叉了。对，未来可能你要突破他，想要突破他的成绩。会，我会想要突破，可是这要突破还是需要大家一起合作才比较有机会的。对，好，那我们就稍微带到这一次的这个检定赛事。那我从第一季就开始参加了，第二季到第三季，其实第一季的速度是最快的，因为第一季还蛮多不管是北部还是南部的车友特地造访，所以我们在第一段的平路段我们的速度非常快，超级快的，因为他们会有不停的攻势，然后让我们第一段的速度是拉到很快。那在后段的部分就是由 Christine 发起攻击，然后我们跟随他的攻击，所以那一次的成绩也是在三十三分左右。对，那第二季的部分呢，哇，人数就有点爆棚了。第一季大概八十几位，然后第二季破百，破百，将近要两百。对，因为那时候大概六月，可能比赛慢慢恢复，但还没有到那么多。对，但是这种检定的赛事就因为这个热门路线嘛，蛮有它的这个挑战的意义在，所以后来吸引很多车友也是慕名到访。然后那时候一放行两百多人，其实有点吓到主办单位，因为说真的它的路线就两线道，没有到很大，我们两百多人一起出发，基本上就是整个塞满着这个比赛的赛道了。对啊，然后所以我们反而这次的成绩没有到特别快，因为人太多了，我们前面有点塞车，但是到后面比较爬坡纯爬坡的路段，第二段跟第三段我们才分裂开来。对，那这次啊，主办单位就因应这种人数可能会爆棚的关系，所以他做一个很特别的分组。第一个就是他把就是骑乘时间会比较长的车友排在比较前面，然后骑乘比较快的车友排在后面，隔晚十分钟后出发。你知道什么吗？不要塞车。第一个当然是不要塞车，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缩短时间的流程，因为毕竟他们前面骑乘比较走久的车友先骑的话，我们可以缩短到终点上的流程。再来就是可以让这些车友观看这种精英车手在骑乘这个爬坡的精彩的画面。对，这是蛮特别的想法。对，那我就回到这一次我们的比赛的这个情况好了。对对，这一次我们先请阿贤来帮我们做一下赛前的分析，就是跟各位车友讲一下要怎么样做准备，然后在哪些路况可以做怎么样的非常赛前分析，我们就刚刚已经是这样做路段的一个分析了。这样就好。对对对。好，那对，因为这一段的话就会在下面这里了嘛。那这里刚没有，我们还没讲完呢、啊，还差，就是差最后一点点。这是第一 part， 你还在讲第一 part。对对对对。好 ，OK。我们中间的聊太多了 ，OK， 稍微多了一点。好，对。然后我们这次有我们。我们这一季蛮特别，就是难得我们赛道的纪录保持人 John Leverson 有参加，真是蛮让人意外的。就是之前的登山王，对 ，KOM 登山王冠军。对，之前的两届还三届，这个要查一下。我记得是两，大家可以查一下。对对，登山王冠军，那他可能也是为了今年度的登山王先来做个热身。那你就知道了，你的对手有谁了？那
实前段呢，我们就是大家是用第一段的部分，我们大家是一起合作的方式。我想也是因为 John Everson 在，没有人敢在他前面做攻击的挑衅。对，那我们在第一段准备要结束接第二段的这一段呢，丘陵地，丘陵起伏比较大，丘陵。我们的队友建州就派了另外一个年轻的车手做突围的尝试，年轻人嘛，就是要多尝试一点，所以他把他推出去，让他跑了，稍微跑出一段距离。但也看到 John Everson 是有，也是请他朋友在前面做追击，但没有一口气就是追到，对，是一直到中段有一个1公里。平均坡度9%的爬坡，在这个爬坡过后会有一段将近，对，蛮长，有一小段长小段的下坡，所以他在这里发动了一次非常非常凶猛的攻击。对，那我也是耗尽，可以看得出来他那个骑乘的姿势是很用力的。那我也是将近这一次，对，用尽我的全力去跟上他的节奏，因为我很常在这里练车，我知道这里大概到撑到哪里的时候就可以休息，下坡休息了。所以在这一段的1公里爬坡，他将近把所有的人都甩掉了，就只有我有跟上，也在这路程一半就直接追到我队友。虽然我队友有试图想要接上，但他那个速度真的是带太快了，你知道吗？平均9%的坡，哎，那个我回去看均速达到20，哎，这是在爬山吗？你是说那个 John Everson？对，他带的速度真的超快，然后经过了下滑之后，我们就来到最后一段的这个爬坡的纯爬坡的路段。那刚接的时候，我有发现，哎，他没有像刚前一段，因为毕竟这一段比较长，他可能有稍微比较保留的在做领骑。那我大概跟着他也是体感大概是90%多，我觉得瓦数大概就是在300瓦那边。对，但是中间的连续发夹弯啊，就昨天你有看到吗？他有在有几段在森林的连续发夹弯，他在那里有做了好几次的就是强攻，想要试着把我甩掉。甩掉。对，但我也就是发现你甩不掉，我就像蟑螂一样紧紧的吸着他。你好恐怖，发现你甩不掉。对，然后他发现我甩不掉的时候，就示意要我跟他轮车。可是说真的，我光跟着他，我就已经耗掉我半条命了，我根本没有力气跟他轮车。对，所以他又跟着他，他又在持续的在带领，然后带领之后，又在某几段的陡坡，他又在试着做就加压，看我会不会掉开，但我依然还是有跟着紧紧的他。Hello， 各位车友，后面有摩托车，对不对？嗨，各位车友，今天呢要跟各位介绍 Zeef 新系列的风镜。那 Zeef 运动太阳眼镜呢，已成立于2010年，一直以来呢，他们致力打造于符合东方人的太阳眼镜。他们坚持100%的台湾制造，以国内车友的脸型呢为设计本位，制造出呢外观美观大方、骑乘起来也非常实用的产品，至今已经迈入第10年喽。2020年 ，Zeef 推出了 Iro 系列的风镜，这个全新的系列呢。除了承袭的 Zeef 一直以来的精湛工艺呢，它的镜片设计柔和了 Zeef 的风格，以及近年运动太阳眼镜的流行元素，体现了 Zeef 的优良血脉以及创意能力。首先 ，Iro 系列的镜片采用 Zeef 独家的风暴镜片，不仅有基本的抗 UV 防撞功能，防雾、防油污和防水的功能都包含在其中。其中一款亮黑框的镜片更是搭配了多层镀膜的全天候变色片。在外骑的时候，镜片会依当下的阳光强弱自动调整颜色，有效阻挡刺眼的光照，从凌晨到傍晚都可以佩戴，在破风的时候享受绝佳的视野。除了镜片之外呢， Iro 系列可以调整的鼻垫也是它的亮点之一。可调整式的鼻垫呢，可以搭配鼻骨的高低进行调整，在佩戴的时候不会有恼人的滑动问题。搭配整体轻盈的结构， Iro 系列呢可以带领拥有钢铁意志的你勇往直前，完成每一次大无畏的挑战。 Iro 系列呢一口气推出了亮透明灰、雾透明灰、雾黑、雾白以及亮黑框5个系列，搭配呢它多元的框线以及呢广受车友好评的
多层镀膜风暴镜片，可以说是非常的吸引人。艾若系列呢，整体的外形非常的鲜明有格调，加上呢它的价钱相当实惠，这款产品呢预计在三月底上市，有兴趣的车友不妨多多关注咯。各位观众朋友，又让你们被切断了，我们的脸书系统出了一些问题，所以可能刚刚又断线了一次。那我们现在回到直播的现场，大家还是要记得到我们的脸书专页底下按赞、留言跟分享，然后留言要留什么呢？再跟大家说一次，带上 Zip Armor， 就跟单车阿贤一样帅。记得留言哦。好，那我们现在就赶快回到我们的主题吧。被断了三次真的是非常抱歉。对，好，那我们就讲到这一季的这个第三季的简讯赛。其实赛前就已经公布名单了，我看了这次的名单觉得哇特别精彩，尤其是既然我们这个赛道的这个纪录保持人 John Everson 有参加，他就是过去也是登山王冠军，对，他拿过两届还三届的应该是三届的那个 KOM 的冠军。那虽然他现在他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退役了，就是回到那个衔接到职场在工作，可是他依然还是有在持续做训练，而且我相信今年他应该也是会想要再来挑战这个 KON 的、这个、所以136简定算是一个前哨战，可能是来对先来热身一下先热身一下对，好，那我们这个比赛过程就开赛之后啊的第一段，其实大家是蛮合作的，一起在轮车的。那我想可能是因为 John Everson 在，所以没有人敢发起任何挑衅的攻击。对，但我们这一段大家合作的蛮顺畅的，其实跟第一季的时间比起来不会慢太多。对，那跟第二季比起来，因为第二季人太多，前面塞住，所以快第二季还蛮多的。那来到中段的时候啊，因为我们这时候还是整个就是集团式的合作方式，那我们的队友建州就派我们的年轻小将力宏发起一波攻击，毕竟年轻人就是要尝试一下嘛。 对，然后我们也顺便看看就是 John Everson 他会有没有做任何的反应。那当他突围出去之后啊，有成功拉开了一小段距离，但那时候 John Everson还是选择在集团，但是他保持在集团的前端，然后由他的另外一个外国的朋友吧，然后再做领导。那在这个中段的路段呢，有一个一公里，然后平均坡度是9%的爬坡，这个爬坡结束之后会接一段下坡嘛，所以 John Everson 在这一段爬坡的部分发起了一波很强势的攻击，可以看得出他是用尽全力在踩，然后我也是用尽全力，所以就跟上了，在跟。我就因为我队友出去之后，其实我基本上就是定在他后面，毕竟今天的冠军一定就是以他最有最大的胜算，对，所以我就跟着在他后面。那我自己很常练车，所以我知道这一段我只要撑过就可以稍微休息了，所以我就很用力的吸着他。那我们在这一段的一半呢，这个一公里爬坡不到一半，我们就先追回我们的队友，然后再过去一点之后，后面的人整个完全被断开 了，因为他真的带很快，你知道吗？平均9%的爬坡，他速度带一公里，然后平均9%，然后他速度竟然带20，天哪，这是在爬坡吗？这是爬坡吗？对，这是如履平地。然后因为我知道撑过这里，所以就会下滑，真的有让我成功的撑过，然后就来到最后一段的4公里，然后平均8%的这个连续爬升的路段。那刚开始接上去的时候，我可以感觉到哦，这个强度有跟刚刚一公里比起来有比较缓一点，因为他在一公里那一段就是很明显的他要拉开所有人。那在这一段4公里，其实距离算蛮长的，时间也是要十几分钟以上，所以他在前段刚开始骑的时候是比较，我觉得
我有看一下码表，大概就是在300瓦左右。嗯，那个强度，那对我的体感大概就是9分多，再接近10分这样。嗯，那接连的会有进入一些森林的路段。昨天我们有一起去，你大概知道那个森林路段就会有接连的连续法夹弯，然后坡度也是稍微比较陡一点点。他在那里做了一次的攻击，嗯，那我也是紧紧的跟着他，发现怎么样都甩不掉你耶。对，那后来在那个比较陡坡的路段，嗯，他的攻击被我黏着之后，他就好像有试图，想要跟我一起轮车，就有示意要跟我轮车。嗯，对，那当下是你没有，当下我其实跟已经很累了。没有，我光跟在他后面，我就耗掉半条命了。嗯，我哪有速度跟他轮车啊？对，然后他发现我没有跟他轮的时候，他就继续带领。然后在下一个陡坡段的时候，又再试着发起一波攻击，嗯，但还是被我吸着，嗯，对，被我紧紧的黏着。那这次他就放弃，他就也是一样示意跟我轮车，而且他就直接退得很开，嗯，直接是退到我身后的，就是有点像强迫要我出来轮。对，但因为我跟他的攻击其实都耗蛮多血的，所以我在带领的时候，我的速度没办法带到很快，对，就是我的体感也稍微要让自己做休息，嗯，因为我怕他可能在发动一次攻击的时候，我就会跟不上，嗯，所以我就是调整到大概80%的部分在做带领，然后其实我们这时候的速度是有点稍微降下来了，这时我的神队友出现了，从后面过来，那就是陈建州，嗯，他最近状况就是调整的还不错，所以他从 后面一路从主集团杀出来，然后追到我们，嗯，然后追到我们之后，他 看到我们的速度其实已经放缓了，然后他就主动到前面就说他要来带领，嗯，就是把带领我们一直到最后的终点，那他就直接讲说我会全力带，然后到最后终点的时候，嗯，让我再跟 Jonathan 来拼这个冲刺的部分。对，然后他就一路带到最后700的时候，他在领头，然后他退开的时候，第二位是 John Emerson。 那 John Emerson 在那时候也没有要直接发起致命的攻击，反而也是退开，其实就是变成我必须要补上最前的位置了。他可能也是想要继续再跟我做观望，那我补上那个位置之后，因为已经离终点蛮近了，所以我大概保持一个90%的力道，嗯，那我时不时还是会回头看一下他有没有就是要做强攻的动作，嗯嗯，那其实离终点越近对我来说算越有优势，因为我自己以前有跟他骑过车，我知道在冲刺这块我应该会比他好，比较具有优势，对，比较好一点，然后到最后可能已经不到400、300的时候，嗯，那时候坡度其实整体上变比较平缓了，啊，那如果要冲刺的话，基本上挂大盘的那个力道比较大，所以我在那时候挂上大盘的时候，他也还没有动作，对，他也还没有动作。当我大盘完全挂上之后，好，我就心想，好，我只要等到弹射距离，如果他还没有做攻击的话，我就直接全力冲刺。所以过完最后一个弯道，大概剩200米，我就全力的做冲刺。他有。从后来的影片回顾有看到他是有先跟着我，因为我在冲的当下我没办法完全整个回头看他，我只能用眼角余光看我的两边是不是有人影出来的，然后我就要一直用尽全力，然后可以的话持续的降重那个档位，然后一直到最后终点线就在我前面了，然后我余光是没有看到旁边有人，我才整个起来瞄一下，他是没有在我旁边的，所以我才就是确保，这次是可以很稳稳的，对，就拿到冠军，就是有成功的完成队友给我的一个期望。对，好，阿贤带来的这个当天的实况真的是非常精彩，如果车友想要看一下一些影片影像回顾的话，其实都可以到我们阿贤的粉丝专页去看。那我记得阿贤当天在比赛的时候是有带我们的 Zip Armor 的这款风镜，对，那我带的是这一款白色的框边的这一款，它主要是
其实我是上个礼拜五才拿到这一只眼镜。对。那我就想说，哦，那就借由这个检定的赛事，就来做曝光一下。嗯、对，因为阿贤在上一次是带那个 Iron 的影片，那我们现在先透过影片。哦，好。那因为阿贤在上一次是带 Iron 的这一只风镜嘛，对。对，因为这一支其实在今年的上一季是在上一季在六月左右的时候对出来的、嗯、那其实过没有就是没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又推出了这一款 Armor 的风镜，所以就是阿贤在就是带了这两款风镜之后，你觉得他们这两款风镜有什么样的差别可以跟车友分享一下吗？好，那我先稍微主要讲一下好了，就是今年那个 LiV 运动眼镜呢、啊，它就对于自行车这一块的眼镜在做特别加强，然后也是顺应着现在的大镜片的潮流的模式来做设计。那我稍微说一下新款的这个部分呢、啊，它就是少了这个上框的部分，变成是没有上框的部分。那在重量上真的明显的还是比较轻，嗯，对。那它在鼻垫的设计上呢、啊？Iron 这款它其实鼻垫的部分只能做就是做两段的调整，一段就是总共是两段的调整而已。嗯，对。那它新款的这一款呢，它是可以做它有点比较像记忆性的橡胶，它是可以比较做360度的调整，那就是可以依照你的脸型啊鼻型啊去调整说你要怎么戴会比较更服贴你的脸、嗯、然后或者是你比较喜欢怎样的角度或距离、嗯、那我自己戴的话呢，我是觉得这款的它的这款的橡胶其实比Iron 的部分来更加的直滑、嗯、而且因为我能调到更细微我想要的角度，所以是基本上它是可以更服贴嘛，更服贴可以更固定的。对对。那不过像说因为它新出的这个部分呢，它就只有三款的这个颜色，那像这种无领杯的赛事啊，对，就很早就要出门了。我们开赛时间是5点吗？就是那通常3点就要起床，3点半起床，然后5点就从起跑线开跑。就是那时候天都还是暗的啦，所以对于这种七早八早的比赛，我还是会选择 Iron 这款，就是比较可以变色的镜片、嗯。对，因为很早骑车的时候，其实虽然天是黑的，但有时候早上清晨就是已经会有一些蚊虫飞舞，所以戴着镜片至少还可以那种阻挡撞击到这些蚊虫的部分。那如果像是说136这种比赛、简竞赛啊，或者是合兵绕圈赛这种开赛时间，其实天都已经亮了，那这种固定色的这种镜片，我觉得就是比较不错的选择。因为像 Armor 这一次它出3个颜色，其实它戴起来色调都蛮不一样的。对，像我自己戴白色的这个色调、嗯、你们不要看它这个镜面是橘橘的，但它其实戴上去它所呈现的这个色调是比较偏冷色系的。对，那像这个也是一个反差，你看它这样算是一个比较蓝光的镜面，可是因为其实戴起来你可以发现它是比较偏暖色调，暖色调的。那这一支红色的它就是比较原色，原色，然后把它刷暗、嗯、那当然这个各个车友喜欢哪一种色调，那就是依照个人喜好去做选择嘛。对，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冷色系的啦、哦、你自己比较喜欢冷色系。然后它的这个镜面的部分呢、啊、有做在这个防泼水跟防油污的部分还有做加强。其实这个部分我是在洗眼镜的时候才发现的，对。可是当我在，因为我运动流汗量蛮大，有时候那个汗水都会稍微喷到整个眼镜嘛，那回去一定要做清洗。那清洁的时候，我水在冲的时候，发现水珠非常大，对，水珠非常大颗，而且一下就滑溜，就很像那个汽车不是有去镀那个膜，那水下来就直接滑掉。就是在外层的部分，它在做这种防水的部分做得更非常好，就是比这一支来做更多的加强、嗯、对。那这是他在这个新款眼镜上就是已经比较做不一样的修整的地方。對，那我们从刚刚阿贤讲我们可以知道其实你们选手在比赛其实也会依据比赛的性质去做一些比如说人身部品的挑选吗？
因为我就已经有比较多的选择，所以我就会更细分说，什么赛事我就是会做怎样的人身物品的搭配。对，那刚刚就是有提到的，可能比较轻、比较早出发的这种赛事，我就是需要比较变色的。对。的这种镜片啊、或者是如果只是一般时间太阳已经出来了，就可以选择这种固定色的镜片。那当然这个型就是看大家自己喜欢哪样的型去做挑选。对，好，今天呢非常感谢阿贤来到我们节目跟我们分享 Zip 的这个眼镜，这款眼镜。那我想要请阿贤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接下来其实还有蛮多的赛事，你个人还有要参加哪些赛事？我接下来还会有四场的比赛，那十月份两场，十一月也有两场。那我说一下，就是在10月18号的话，是在台南那个砍头山的赛事，那它是这个预警体育协会办的一个联赛，就之前已经有办这个淮南化水库、曾文水库、新玉门关，而这个最后一站砍头山其实非常有挑战性，不愧是最后一站。因为相信如果有骑过车友啊，前面的这种丘陵地形大部分跟前面几场比赛像南化水库前段的路段都是有重复性的，就是那种起伏比较大的丘陵，然后但它后面又增加了这个曾文水库的一些长下坡段，所以不止丘陵地，然后也有一些下坡的技巧，甚至在中间有一个已经进入到平路的路段，对，所以它的路段其实是还蛮复杂性的，就是有不同地形的这种挑战，而且最可怕是它在最后的一段路程还有将近要30分钟的爬坡才会到终点，这样总共的距离差不多要100公里，然后可以一次满足所有的那种路线的挑战。对，那再来隔不到一个礼拜，就是这个是刚刚说的这个18号嘛，是礼拜日，那隔不到一个礼拜的下个礼拜五23号，就是我们的 KOM 台湾最大的这种登山赛事。对，哇，那算是你的行程排得相当的满。那再到11月的话，11月的倒数第二个礼拜就是国家的全国锦标赛的赛事，然后也是两天，第一天是个人计时，第二天是这个公路赛。那值得一提的是，以往啊这个公路赛以前都一直是走着这个海，单纯走这个台十一线，然后到那个三仙台那边再折返回来，就比较单纯的海线。但今年的路线有做了一点变化，它刚出发是先走三线的台九，到花莲的富里之后再转东富公路，中间要穿过这个海岸山脉再下滑到东河。那其实这个路线会比以前再更多一点提升，就是包括说这一段东富公路从富里上去到制高点啊，虽然是2%，但是这2%是有到17公里的，所以过程中可能都会有一些4-5%之类的爬坡。我觉得比较困难就是在下坡段，因为下坡段它有点比较像前，我们上面是这样比较缓上的，那到这边的距离可能应该是比较短，所以这是比较陡下一点点的，所以在下坡也需要有一点技巧，再接到那个台十一线的时候，再走沿着海岸，这样回到那个台东市。我觉得今年的路线还蛮有趣的，我觉得算有新的一个挑战性，但是也是比以前更加有趣、更加多样。对，那其实虽然这种国家的比赛，大家会觉得比较，当然强度上是比较高，可是这几年呢、蛮多有在比赛的一些市民精英的车友也都有参与。那其实我也蛮鼓励，就是有在比赛这种市民经验的车友，只要你有办这个选手证的话，就是在协会在那里申办 UCI 选手证，基本上你就可以参加这种国家等级的比赛。对啊，国家等级的比赛。谢谢阿贤为我们带来这样的讯息。对，那最后的11月的最后一周就是花东赛了。花东赛原本是4月就要举办的，但因为疫情的影响，我们就大会就把它推延到最后一周，所以赛程就变成那个十月两个礼拜是接连的，然后那个
十一月是两个礼拜接连的，我看可能比完全国锦标赛应该也不用回台中了，可能就直接留在那边，直接转场花莲，因为隔不到一个礼拜又要再比花东赛。那花东赛比完之后，基本上我的这个赛事就会稍微做一个段落，然后就转稍微做一个十二月份会做一个休息。刚刚有说到啦，136的检定十二月份是最后一季，就是有兴趣的车友可以参加。就是、所以你在整个你的赛事结束之后，十二月的136检定你会再去吗？我应该是会想要休息啊。说真的，我可能会报个跑步的比赛， 对，可能刚好在那一个礼拜，对，就陪我老婆一起去跑步。毕竟她一整年都陪我去，就是有些比赛都陪我去。帮我加油。那我跟他说我一年有一次的扣打可以就参加跑步的活动，或者是一次的扣打去登山，对，才一次耶。没有，因为我们在赛季蛮长，通常三月到十一月之间比较没办法从事太多其他的运动，因为会影响到整个训练上的安排。虽然我们体能很好啊，可是去跑步说真的脚也是很疲，因为体能上是有啦，但是我们用的肌群不太一样啦，所以跑完步啊，如果我们没有特别再去加强跑步的练习的话，跑完通常都会铁个三四天，三四天脚都很酸痛。对啊，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阿贤来到我们的时代来福节目，那我们就希望祝福阿贤接下来的比赛都可以非常顺利，拿下 K1 登山王应该没问题吧。我会努力，我会努力，虽然蛮有难度的，但是会尽力的去完成这个比赛。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阿贤来到我们的现场，然后呢再提醒一下观众朋友，记得到我们的脸书粉专这则直播的底下按赞留言分享，带上 Zip Armor就跟单车阿贤一样帅。好，今天非常谢谢阿贤，然后也谢谢 Zip 为我们带来非常厉害的这一支 Zip Armor 的眼镜。那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大家好，我是王应之，我是2013年 K2N 登山王，我今天要来介绍 Zip Armor 的运动眼镜。平常在骑车的时候会遇到侧风逆风，然后还有紫外线的一个影响，然后所以戴风镜呢就有效于隔阻这些外在的一些因素影响。那再来就是它在山区的骑乘也有效隔阻蚊虫，那另外呢在紫外线的影响呢，它也会就是透过镜片的一个保护呢，让你在长距离的骑乘中不会有眼睛的疲劳产生。适配于竞赛的风镜呢，我觉得第一个要有清亮，然后还有服帖的一个功效，因为在骑乘中有时候是四个小时、五个小时的时间，那有如果你的眼镜更轻的话呢，你可以在整个骑乘中没有一个疲劳感的一个程度的上升。Armor 这只眼镜呢，它的贴合度有别于其他眼镜，然后它是非常的清亮，然后再来就是在它的这个鼻翼呢，还有跟侧边的一个设计呢，不会让你觉得有很夹耳朵的一个感觉，然后呢，它在流汗的情况下呢，也不会有这个眼镜滑落的一个状况。Zip Armor 这只眼镜的设计呢，刚好符合近几年这种大镜面的这个设计，那它除了有效隔阻了额外的光源以外呢，它呢是非常的有富有造型的一个潮流。Zip Armor 的眼镜呢，它在设计上，然后还有在一个轻量上呢，我是觉得非常适合长距离骑乘的一个挑战。那也在众多的品牌里面呢，我觉得它的外形呢非常的亮丽，然后非常的有富有多种颜色的选择，可以给供车友参考。以上是我对 Zip Armor 运动眼镜的分享，谢谢大家。